风蟹螨是全球蜂产业的主要威胁，会攀附在蜜蜂体表，吸食蜜蜂的血淋巴和脂肪体。这种外寄生螨会传播蜜蜂病毒，导致翅膀畸形并缩短寿命。风蟹螨体型微小，仅有 1.2 公里，蜂农难以发现其存在。精准的监测至关重要，若未妥善管理，将导致风蟹螨族群爆发。传统的糖粉法将成蜂倒入糖粉罐摇晃，计算筛落的风蟹螨数量耗时费力。粘板法则需改造蜂箱并贴上粘纸，一样需要计算掉落的风蟹螨数量。为解决人力问题，本技术结合手机照相与 AI 自动辨识，实现及时的风蟹螨辨识与寄生率回传。操作界面简单直观，并根据防治门槛提供精确的防治建议，